什么呀？
他们在附近的海域发现一艘大船，着火沉没了，船上的人是死未卜。没了，哎呀，你这个可靠吗？非常可靠。哎，啊，不是，你皮夹没了你？进攻区都无一幸免。没了，那怎么？都塞完后泥，完后泥。不是泥，完泥。啊，你还要再补泥？ 现在怎么了？怎么带领我们？为什么？你过来了。现在宋廷已经答应与蒙古结盟，到时候会举行一场庆贺大典。这场大典，林阳公主必定输给孤帆，正是我们东吴无疑输的好机会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娘啊，过年了，那我们一定要在宋联盟日之前找到欧阳侯叔侄。 你可不玩，你带你。还是妻子亲自把您带回来。可是眼下我们还没有拿到九阴真经的下落，即便你真的能找到他，他们也未必听我们调遣。你算大，一个呢。我会继续派人去寻找。你那边刚才有把刀，有把刀。 你们懂你？海洋这件事儿真是个办。哇，卡顿！那是谢慾的吧？嗯。这才是爹的好儿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爹，孩儿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带念慈一同出海。这熬多年后了吗？嗯。喝过多年。岁月有夫妻之名。妈妈。 他已经有夫妻之实了。我不管你了。你自己就我不念。我把他留在刘家村，孩儿实在难以心安啊。他也跟个拉了。他竟然怀上了你的孩子。他能喝吗？对。谁吗？孩儿与他一同行。你是亲人子。我跟个拉娃吗？那。他变熟。我们家里也是我们家，就叫干爹。 他们怕呢，他们怕比的吧。求你相信孩儿这一次，我保证，绝不会。